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我将要做一个实验，不是实验，那就教你们要讲咯，现在要教你们讲咯，用这个，这个来录，如果你看到这个的话，就代表这里有一个什么点数啊，不要理啊，直接开始游戏给你们看，需要，怎样，不管谁。不跟谁。好，现在随便就用个 hero 给你们看。你们在这里千万不要用那个这个软件来录这些，如果你用这个软件录这些呢，代表你只是按到这个地方吧，这个一进去拿那游戏它就黑吧，它被录起来地方了啊，现在就直接进去另外一个地方，你要自己出来按了，因为刚刚那个只是网页还没有开始玩，你要进去哦，你要按 ALT 再按 Tab 出来再按 M 那个 LL， 这样呢它可能机会关，有时还会点数刚买它进去了，给那个点数。最好如果要给人家知道哦，要想录这个用这个录影程式的话，最好要录两个录影程式来录，像 BabyGame 那个什么那个软件。你要看嘛那个点数先，点数看有没有跟进来，你看还没有跟进来，在我的左上角，还没有跟进来，快点，是VDK 没有一点好啊，它可能会跟进来这个页面里面的，因为它是不完整的，那个。是不需要，那个只是录 M 那个地方吧，不可以 M 两个 ，BabyCam 是直接跟着整个页面一起走吧，所以 BabyCam 是比较好，可是我要用那个软件来录，咩？我等它点数出来就按出去，我先按这个。按两个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你可以点击 like 和订阅，记得点击 like 和订阅。起来了。OK， 这里面就到此为止，谢谢观看，如果你想要可以点击 like 和订阅。